今天是北韩已故领导人金日成逝世30周年，平壤举行了追悼大会。那么包括了金正恩、多名劳动党干部，还有大批民众出席，全场低头默哀，广场上旗杆降下半旗。金正恩率领官员到锦绣山太阳宫瞻仰金日成的雕像，30渊剧院也举行追悼音乐会，向金日成致意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